一部旷世奇书，谜团层出不穷，在纷繁复杂的青史中寻根溯源，透过《红楼梦》的字里行间，我们究竟会发现什么？大型系列节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秦可卿，《红楼梦》里谜一般的人物，从养生堂到宁国府，从出生到死亡，秦可卿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的疑问。在对秦可卿真实身份的探究中，《红楼梦》里不少的神秘角色都逐步找到了他们的生活原型，而秦可卿这个人物的原型也就隐藏在他们当中。秦可卿的原型会是谁呢？《红楼梦》中有关他的种种疑问该如何解释？令读者困惑的秦可卿和贾珍之间的暧昧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红楼梦》里对秦可卿这一人物的特殊用语和他真实的出身有什么关系呢？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做客百家讲坛，继续讲述秦可卿背后的故事。《红楼梦》里有关秦可卿的古怪文字都将一一破解。经过上几回的梳理啊，我们已经知道要把秦可卿的原型搞清楚，需要从康雍乾三朝的政治的斗争当中去寻找线索。那么现在呢，其实呢已经可以说是接近水落石出了。经过了一番柳暗花明，我们呢已经的走到了秦可卿的又一村了。我们现在用这个办法回过头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顺着秦可卿在红楼里面出现的这个情况来捋一遍，就很清楚了。在对《红楼梦》的解读中，刘心武先生用了两集时间，先梳理了自清末以来的红学研究，分析了红学走过的历程。刘心武认为，要想把《红楼梦》弄清楚，秦可卿这个人物至关重要，他是解开《红楼梦》秘密的一把总钥匙。在随后的节目中，刘心武从贾府的婚配入手，一步步去接近秦可卿的生活原型。通过第三集《贾府婚配之谜》，第四集《秦可卿抱养之谜》，第五集《秦可卿生存之谜》和第六集《秦可卿出身之谜》，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秦可卿的出身不可能寒微到是养生堂抱来的野鹰这样一个地步，而应该是出身极其高贵，甚至他很可能来自于宫中。通过第七集《张殿夜景之谜》，第八集《曹家浮沉之谜》，第九集《日月双悬之谜》，第十集《蒋玉菡之谜》和第十一集《北静王之谜》，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红楼梦》描写的社会背景就是清朝康雍乾三朝，这其中存在着两股敌对的政治势力，而秦可卿生活原型与其中的一股有着密切的联系。经过这样一番梳理，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已经基本浮出水面，但《红楼梦》里仍然存在一些至关重要的疑点，这些疑点的揭秘对揭示秦可卿的生活原型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第三集《秦可卿生存之谜》中，有一点令人困惑不解：贾母为何会对出身低贱的秦可卿极为满意？秦可卿的卧室陈设为何又如此古怪？这些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呢？秦可卿呢是在第五回出场的，就通过这个贾母认定秦可卿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和通过秦可卿卧室的布置，我们已隐约知道秦可卿的出身呢是高于贾府，能给贾府带来好处，令贾母都得意，
而且呢，秦可卿应该是一个公主级的人物，啊，最起码是郡主级的人物，是皇家的血肉。在分析秦可卿卧室陈设的时候呢，前面讲过的不重复，现在呢略作补充，就是在曹雪芹行文时候呢，他还特别写到啊，秦可卿那个安排贾宝玉午睡，还亲自展开了西子缓过的纱裙，移了横梁抱过的鸳枕，还记得吧？除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以外啊，还有这两样。那么大家知道，西子就是西施，不展开议论，因为大家很熟悉啊。西施意味着一种政治阴谋，西施不是一个一般的女性，啊，她在政治上具有颠覆性。那么红娘呢，也不是个一般的丫头，红娘能够成就好事，是一种中间的一种媒介，可以使两方面撮合在一起得到好处。所以像这样一些符码呢，都暗示我们秦可卿他的高于贾府的出身，其中含有某种政治阴谋色彩，并且能够使贾府从中谋取利益。《红楼梦》第十回，秦可卿突然病了，究竟得了什么病？书中交代的很含糊。冯子英向贾珍推荐他幼时从学的一个先生，名叫张有士，是上京给儿子捐官的，兼通医理，可以给秦可卿看看病。于是《红楼梦》第十回回目上就出现了一个张太医论病系穷源字样。张有士为什么叫张太医呢？他与秦可卿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好端端的突然就焦虑了，就抑郁了？宗族的这个老祖宗贾母对他不是挺好吗？认为他是第一得意之人，他婆婆对他也很好啊，连那个荣国府的王熙凤对他也那么样的百般呵护，上上下人都对他挺好，怎么就焦虑起来了呢？然后就写到呢，因为病了就要看病。那么最后呢，就来了一个张有士。那《红楼梦》的人名呢，都是采取这个谐音含义的命名方式。啊，有的时候这个本人的名字就谐一个意思，有时候是几个人名字合起来谐一个意思，是吧？张有士，显然他谐的是有事情啊这两个字的音，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姓张的他有什么事呢？在前几讲我已经点名了，啊，这一回啊，第十回啊，回目当中呢，写的是张太医论病系穷源，但是在第十回的正文里面呢，又明明告诉你，当时他的身份，公开身份不是太医，从哪儿来啊？上一讲我们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冯子英，打冯子英他们家来，他有事。他就忽然呢以这个太医的身份呢跑到这个贾府里来了，到宁国府来了啊，他有事，他有什么事？他论病系穷源，他论的什么病？他穷的什么源？值得探究啊。就说明秦可卿这个角色的原型啊，他不但是皇族的成员，而且他应该是皇族当中的不得意的那一个支脉当中的成员啊，他是一个身份上具有某种阴谋色彩的人物啊，他在皇族和贾家之间呢又具有某种红梁的作用，某种媒介作用。他得病，他突然焦虑和抑郁，并不是因为贾家的人对他不好，是有他自己的背景方面来自的重大原因。所以说呢，就忽然来了一个重量级人物给他看病。这个人物呢，表面上说啊是冯子英的一个朋友，目的是上京啊给儿子捐官，而所具有一个奇怪的身份呢却是太医，
就估计在八十回后，这个人物一定会以太医的身份出现，否则呢，在那么多的古本当中，又有那么多的回目出现不同的文字，而在张太医这三个字上呢，却所有的古本都一致。那下面有朋友啊，在那儿微微颔首，哦，就说对呀，太医这不是得只有皇帝啊，他才能够设太医院，是不是啊？那里面的大夫才能叫太医啊，对不对？你冯子英的朋友，你怎么叫太医呢？在上集讲里，我们已经讲到，在生活真实当中，有一个什么人啊？他擅立瑞武府七司，他设置了一系列和皇帝完全一样的宫廷般的机构呢？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洪熙。啊，这个人就是废太子的儿子。从血缘上讲，他是康熙的嫡长孙。他当时呢住在郑家庄。啊，当时他的身份是亲王，但是呢他擅自的按照那个宫廷的办法给自己设置了各种机构。那么他既然可以设立瑞武府七司，当然他也可以啊设立一个机构给自己看病，就叫太医院。因此呢，从生活的真实到艺术的真实，这位张有士就应该是来自于这个系统的一个人物。也就是说，张有士的生活原型应该就是在郑家庄的洪熙啊，擅自的成立一个小朝廷所设置的太医院的里面的一个人物。那么他进了京城以后呢，他当然不能公开说啊，我那是一个另外的朝廷啊，我是那儿的太医啊，他就说自己是上京来捐官的。住在谁家里呢？就住在冯子英啊，这时候我们在上一家里面讲到了，《红楼梦》里面呢有两股政治势力，一股呢是以这个义忠亲王老千岁以及同情者庇护者组成的，就是可以叫做义字的一派。另一股呢就是忠顺王府为代表的顺字派。那么这个张有士呢显然就是义字派当中的一个人物，他就出现在了秦可卿面前，就给秦可卿号脉，就看病，而且呢还开药方子。以太医身份出现的张有士，在给秦可卿号了脉看完病后，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药方。红学研究者在有关张有士行医的情节上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这个情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书中贾珍、贾蓉对这个江湖游医的客气，也只是反映当时人们的观念是尊重业余的而非专业的。还有人说，这是作者富有游戏性的即兴笔墨，没有更深的内容可考。至于书中的药方，也只是作者借此显示自己的学识渊博。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曹雪芹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来写张太医论病戏穷源呢？药方当中是不是隐藏着什么秘密？《红楼梦》里面呢，从脂砚斋批语透露，原来有很多药方子啊，原来据说在这个写林黛玉的时候呢，从二十几回以后就回回都要开一个药方子，以显示林黛玉的病呢是越来越重了。这条脂批呢现在保留了，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古本《红楼梦》里面呢没有给林黛玉开的任何药方子了。就曹雪芹在调整他的这个文字时候呢，经过来回的这个调整以后呢，把其他药方子呢都删除了。现在在前八回里面正儿八经的作为
作者本身的叙述文字开出药方的就只有张友士给秦可卿开的一个药方子。而这个药方子呢，曹雪芹是始终他没有把它删除，就永远保留在这儿。因此现在呢，很多红学家包括民间红学家都来探索这个药方子，就这个药方子说的是什么。因为曹雪芹他有一个惯常的写作方式，就是通过谐音还有所谓拆字，比如说《红楼梦》那个金陵十二钗的那个册页里面写到这个王熙凤，一从二令三人木，是不是啊？一从二令呢，我们现在不去分析，三人木呢就叫做拆字法啊。人木就是一个休字，就是他把休字呢拆开了呈现出来，就叫拆字法。就是说最后的王熙凤呢被贾琏给休掉了。我举这一个例子，就说明呢曹雪芹呢他经常使用拆字法，有时候使用谐音法，就是他往往是在他的这个文本里面啊用这样一种手段来向读者透露一些信息。因此呢章台这个药方呢就可能也是使用了谐音和拆字的方法在透露信息。我也研究这个药方，那在这里呢不展开，我只说药方里面的头几味药：人参、白术、云苓、熟地、龟参。实际上这个药方呢应该是一个秘密联系的一个密语，一个密语单子。张友士来给秦可卿看病甩下一个药方，这个药方起码的头几句就很恐怖啊。因为这个贾蓉啊在他看完病以后呢就问他，就说我们这个病人啊你看能不能好。张老师怎么说的呀？这些话大家还记得啊。张老师说啊，人病到这个地步啊，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以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渴望痊愈了。这都是一些黑话呀，是不是啊？为什么是黑话？因为曹雪芹写作时候呢啊，他在叙述当中他也说，他说贾蓉也是个明白人，也就不往下问了，明白吧？啊，这种叙述文本呢就告诉你这话不是一种正常的医生的话，在传递某种啊非医疗诊断的信息。因此我们就可以判断呢，秦可卿的原型呢应该是一个皇族当中的啊，在这个当今皇帝当朝的时候呢被打击被排挤的一支，而这一支呢又很不甘心，又想卷土重来，想颠覆现在的这个皇帝的王位。那么在这个阴谋集团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张友士也是其中之一。因此秦可卿的真实的皇族身份呢就又清晰了一步，应该是这样一个人。那么这个药方的头一句呢，如果要用谐音的方法来解释的话呢，人参白术应该是代表他的父母啊，因为这个参是一种天上的星星啊，术啊，这个我已经说过了，曹雪芹从南方到北京来啊，平舌音卷舌音有时候他不分术和素，他可能觉得是一个音，素心素有这个词儿吧，也是星星的意思。所以呢人参白术应该是代表他的父母啊，他父母呢云啊，云苓，现在呢我把这两个字拆开啊，就人参白术云，就他的父母告诉他底下这句话呢，说老实话他父母可能心情很沉重，他自己呢看了以后呢他更很痛苦，叫做令熟地归身，命令他在他生长的熟悉的这个地方结束他的生命。为什么？在皇族的权力斗争当中，他的背景家族做出了一个很恐怖的决定，
让他牺牲自己，啊，以延缓双方搏斗的这个时机，以求一成。所以后来他迎上天香楼，画梁春景落香尘，啊，这样就更接近他的这个生活原型了，啊，就说明呢，他的父母呢是处在困境当中，不但呢被当今皇帝呢所排斥，而且呢要进一步夺权的话呢又困难重重，障碍重重，很难得逞，甚至于有时候呢又不得不牺牲掉一些东西，乃至于牺牲掉自己亲生的女儿。当然我对这个药方的解读呢完全可以争论啊，我自己现在也还没有十分的把握，我自己对我自己研究的有的判断我有相当的把握，对这个药方的判断呢我现在呢还只能说提供一个初步的思考供大家呢参考。在张友诗看完病后不久，秦可卿就死掉了。秦可卿究竟得了什么病，张友诗并没有指出来，只是说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渴望痊愈了。从表面上理解这句话，秦可卿得的病并无大碍，很快就会好起来。但是随后不久，秦可卿却选择了死亡，这是为什么？他的父母为什么要牺牲女儿的性命来求保全呢？这一疑问将在以后播出的贾元春原型揭秘中为您解答。然而到这里，有关秦可卿的疑问并没有完全揭开。在刘心武先生对蒋玉菡这个人物的揭示中，曾提到了冯子英跟随父亲围猎，脸上出现了轻伤这一细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过场戏，却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阴谋。这个阴谋是什么？秦可卿的死亡跟他们有关系吗？那为什么这张友诗总是说这个人啊一冬是不相干的？为什么冬天就不相干？为什么总是过了春分就渴望痊愈了？而且这个后面写这个秦可卿死啊，你能感觉到模模糊糊是刮大风的时候，是应该是在秋天。为什么总是在春秋决定这样人物的命运？这就在前几讲里面我已经点明了，因为清朝皇帝有一种很重要的活动，就是春秋两季的木兰的围猎。当然其中重要的是秋闲，秋天是最重要的一次，春天有时候也去啊。所以呢冬天呢一般来说呢就比较平静，因为在木兰秋闲的时候，特别是在春天啊规模比较小的这个狩猎的时候，反对派是最容易下手的，最容易所谓掀起一个义举啊，所谓聚义，然后闹事来颠覆皇权的。因此呢小说当中这个人物的啊，他的看病的人实际上就是他家族派来了一个密探，就跟他透露啊，当然这个话是当着贾蓉说的啊，说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啊，这一冬可能双方呢都按兵不动，那么总是过了春分就渴望痊愈了。春天那一次皇帝的狩猎，如果这方面准备的充分的话，就有可能把皇帝杀掉，突发事变以后这一派就可以掌握政权。那么你现在再想一想我上一讲里面所提到的那一段情节，就冯子英啊说他春天呢跟着他父亲呢去过围场，有没有这样一个情节啊？想一想啊，对不对？来回大约是一个多星期，脸上还留下了这个轻伤，他大不幸，但是他又回来了，大不幸中又有大幸。他们尝试过一次啊，那段故事应该发生在乾隆的元年，乾隆元年春天反对派积蓄过一次力量，做过一次尝试，没能成功，
没有能够成功。啊，当然提可金之死这故事呢发生在刚才我说这个情节之前，这就说明呢反对派呢在每一次皇帝出去行猎的时候都曾经或者去踏勘过地形，做过一些事前的准备，或者甚至于呢蠢蠢欲动到蠢动到出手，有过一些尝试，可是呢都被挫败了。所幸呢还没有完全被皇帝彻底的侦破，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所以他们只能采取收缩的办法，牺牲掉一些利益，甚至牺牲掉一些自己本族的人员的办法，来维持一个再一次去积蓄力量的局面。啊，所以你看这些描写啊背后都有很多很多的可供思索的东西。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秦可卿的原型呢应该是一个不幸的公主，她得的是政治病，她隶属的那支皇族在权力斗争当中呢处于劣势，而她的家族呢经过几次的向皇权冲击以后呢都没有得逞，因此给她传递了一个很糟糕的信息，就是在必要时候呢让她顾全大局自尽而死，以为缓兵之计。啊，这就是秦可卿这个角色在小说里面他的尴尬处境，那么他的原型在生活里面也应该是类似的啊，很困难的处境。在秦可卿身上，除了他扑朔迷离的身世以外，更让人说长道短的莫过于他和他的公公贾珍之间的关系。在现存的《红楼梦》文字里，对这一关系的描写比较含糊。秦可卿的生存之谜中，刘心武先生特别提出这一点。生性耿直的焦大在故事开始时就很明白地骂了出来。从《红楼梦》里的描写来看，秦可卿和贾珍之间的暧昧关系在宁国府已是不争的事实，可身为婆婆的尤氏却睁一眼闭一眼，贾府里其他的人也都对此心照不宣，这是为什么？和焦大醉骂呢有两句难听的话，其中有一句呢我在前几讲里面已经分析过了，不重复了，就是爬灰的爬灰啊，这是骂贾珍和秦可卿之间有不正当关系。还有一句骂的是谁，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啊，这个骂人的话呀就比较费人猜测，有人猜测说他可能骂这个凤姐和宝玉呢啊，因为小叔子不是叔叔的意思，小叔子一般俗话里面什么叫小叔子啊，一个女性嫁了一个人家啊，她的丈夫的弟弟叫小叔子，丈夫的哥哥呢叫大伯子，如果还有另外的哥哥就二伯子三伯子啊，是吧，弟弟的才是小叔子。那么王熙凤呢是贾宝玉的嫂子，贾宝玉呢确实是王熙凤的小叔子，所以有人认为这句话呢是骂这个王熙凤和贾宝玉有不正当关系，但是呢从书中描写来看的话呢证据不足，也很难说焦大就是骂了他们俩，而且书里面描写了啊，这个骂声都听见了，贾宝玉呢当时只问什么叫爬灰，贾宝玉就没有问什么叫养小叔子，难道是贾宝玉自己知道自己就是小叔子那个角色吗？显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一点呢也值得推敲。那么秦可卿究竟和贾珍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啊，这是历代读者都特别感兴趣的啊，有人在笑啊，说啊是不是这里面因为有情色描写谁感兴趣啊，我看也不一定这么去说啊，因为它构成一种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啊，是值得我们探究的。人的生存是艰难的，
人性是复杂的，好的作家总是要写到人在生存当中的生存危机，写到人与人之间在生存当中的互相争斗和互相慰藉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在这理直气壮来讨论贾珍和秦可卿的恋情。那有的这个红衣朋友啊，始终不能原谅这个秦可卿，也更不能原谅贾珍啊，说乱伦多丑恶呀，是不是啊？交大都骂他们，是吧？连交大那种水平人都骂他，我一个高水平的人，我能不骂他吗？我也得跟着骂。您别跟着骂，其实你呀、啊、也是一个复杂的生命存在。您看过话剧《论语》吧？多半看过吧？这是一个现代作家的作品，对不对？你看的时候没准还戴着手绢，擦过眼角呢，是不是啊？《论语》里面有爱情没有啊？《论语》里面有一组重要的爱情，是谁爱谁呀？是周平和樊乙之间的爱情，他们两个之间是什么样的伦常秩序呀？是儿子爱后妈，是后母爱前夫的大儿子，是乱伦恋。你怎么对这个周平和樊乙的爱情您就这么接受？您对贾珍和秦可卿他们之间的感情就这么样的不能容忍呢？我觉得您啊可以自己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啊？不能完全站在那个落伍的那种封建的伦理的那个立场上来看待这件事儿，来思考这个问题。更何况经过我几讲的分析，你应该已经明白秦可卿之所以到贾府里面来是避难来了，是他的家庭在皇权斗争当中失利了，家里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必须把它隐藏起来，因此谎称是养生堂的野因，直接送到贾家不方便。贾政小说里面呢写他是一个员外郎，是工部员外郎，负责工程建设的那个部的员外郎，因此就找了自己的下属叫银散郎，银散郎就是工部下面的一个分支的小官员，这个小官员就是贾政的直接下属，就假称是银散郎，因为无儿无女，抱养了一对儿女，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是秦可卿。因当年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养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谁知儿子又死了，只剩女儿，小名唤可儿，寄存到贾家。寄存到贾家，当时呢贾珍已经结婚有了尤氏，因此在名分上呢只能把她说成是贾蓉的妻子。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着亲，许与贾蓉为妻。而实际上秦可卿这个角色，她的生活原型的辈分呢和贾珍是同辈的，并不乱伦。我为什么这么说？前几讲里面呢我反复跟大家讲，从生活原型到曹家的真实情况到小说里面艺术角色，他的人物是互相辈分匹配的。再重复一遍，康熙朝义忠亲王老千岁，这小说里面出现的一个名称，生活原型呢就是康熙朝的废太子，就是胤仁，后来被这个雍正改名为这个允仁，就这个人，这个人儿子呢是洪熙，在曹家这个家族里面，像曹福啊，他是跟这个废太子是同辈的，在小说里面呢，就是像贾敬啊、贾赦啊、贾政啊，他们是一代人。那么胤仁生下的儿子就是洪熙，
他如果生下女儿的话呢，如果比如说是洪熙的妹妹的话呢，那么在生活当中就应该对应于啊这个贾宝玉这一辈，是不是啊？那小说里面呢跟贾宝一辈的是谁啊？在宁国府就是贾珍，在荣国府呢有贾琏啊、贾环等等啊。所以说呢，如果秦可卿的生活原型是废太子家族的，而且她如果是洪熙的一个妹妹的话，那么她的辈分挪移到《红楼梦》这个小说里面，就和贾珍是一辈人，和宝玉也是一辈人。我这个逻辑听明白了吗？我现在说的比较慢，是吧？因此呢，为什么曹雪芹放手写这个贾珍和秦可卿的感情？他为什么放手写？就是因为在他心目当中，他并不认为这是乱伦恋，他只认为这是一种奇恋，一种畸形的恋。秦可卿从小说里描写可以看到，隐约可以感觉到他的年龄实际上呢比贾蓉要大，比贾宝玉什么都大，当然他比这个贾珍啊要小一些啊。就年龄而言的话，他并不是一个很晚辈的这样一个年龄。他寄存到这个贾府呢，他很可能跟贾珍就是一辈的，而贾珍又知道他跟贾蓉是名分上的夫妻。那在小说里面你可以看到，贾蓉和秦可卿根本就没有这个同房的迹象啊，说是到了秦可卿他的卧室，都没有说是到贾蓉的卧室。按过去的这个封建社会，不能够说这个卧室是媳妇的，一定要以那个丈夫啊来命名这个卧室啊。比如到贾政的房间，到贾赦的院落，他实际上是在宁国府里面呢是有很独特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他住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他跟贾蓉是名分上的夫妻，而且这一点呢上下应该都是比较清楚的。焦大之所以跳着脚骂啊，焦大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他骂爬灰的爬灰，当然也是骂贾珍，是吧？因为就是从名分上你是公媳嘛，是吧？对吧？你偷媳妇是不对的。他骂养小叔子，养小叔子，他骂的是秦可卿和贾宝玉，他知道秦可卿和宝玉呢是一辈儿的，知道吧？哎，就秦可卿实际上是贾珍的隐秘的妻子，他门清，他清楚。啊，这个宝玉呢是贾珍的弟弟堂弟啊，是他的小叔子。第五回里面啊，警幻仙密授贾宝玉云雨之事，其实就是秦可卿作为他的性启蒙的教师啊，使他尝到了云雨情啊。所以贾宝玉和这个袭人啊，不是一世云雨情，已经是二世了啊。过去有的评价老早指出啊，不是初识云雨情，实际上是温习啊，是复习旧课。所以这个焦大他很清楚啊，我认为焦大骂这个养小叔子，养小叔子也是骂的秦可卿啊。所以呢，我认为这个贾珍和秦可卿的情爱关系呢并不是什么秘密，都听见了，连尤氏当时都无所谓，因为尤氏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他知道这个女子养在家里面决定的宁国府今后的政治前途，万一秦可卿的背景家族获得了政权，那么他们就是开国功臣之一，他们保存了这个家族的宝贵的血脉啊，他们的这个荣华富贵就会升级。所以他听见焦大骂，他知道公公跟这个秦可卿之间有这种暧昧关系，在秦可卿死去之前他都容忍，贾蓉也是一样，王熙凤也是一样啊。我们这样来
读《红楼梦》这些文字的话呢，就会有豁然贯通之感。啊，所以贾珍在秦可卿死了以后呢，他不掩饰他对秦可卿的痛惜，他哭得泪人一般。还有一句话叫做他恨不能代秦氏之死。啊，如果仅仅是爱情的话，何至于到这个地步？是不是？他觉得是葬送了一个宁国府的很重大的政治前臣，他很痛心。啊，他说何家大小远近亲友，谁不知道我的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见这长房类绝灭无人喽。人问他怎么料理，他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还是拍着手说的。他不是低低的那么去说啊，不是压低声音偷偷说，公开的说，他不在乎。死了以后呢，他睡在一个什么棺木里面呢？就睡在了薛蟠所留下的、坏了事的、意中亲王老千岁所留下的强物所制成的棺材里面，他叶落归根了。下一讲我就会告诉你，究竟秦可卿的原型是谁。